豆腐花又称豆花、豆腐脑、豆冻等，为我国一道著名的特色传统小吃，是将黄豆用水泡胀，磨碎过滤出豆浆后，加入盐卤或石膏凝结成的稀软固体。根据南北食用口味的不同，可以分为咸豆花和甜豆花。豆腐花营养丰富，含有较多的维生素、蛋黄素、烟酸以及钙、磷、钾、钠等微量元素。现代医学认为，豆腐花除了含有帮助消化、增进食欲的功效外，对牙齿、骨骼的生长发育也颇为有益。在造血功能中，豆花还可以增加血中铁的含量，预防缺铁性贫血的发生。那么，豆腐花适宜和哪些食物进行搭配呢？豆腐花和里脊肉搭配可以补血健脑，促进身体发育。豆腐花和番茄搭配可以祛斑美容，预防衰老。豆腐花和鸡肉搭配能够清热解毒，补钙消食。豆腐花和鱼搭配能够滋阴润燥，健脾开胃。豆腐花和川贝搭配能够清热润肺，化痰止咳。在生活中，豆腐花还有哪些常见的做法呢？小葱豆花汤、香辣豆花、豆花面、豆花锅盖鱼、豆花滑肉羹等等。